所以现在知道说离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吗？真讲真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真的。先生吗？你好，你好。王先生有方便跟我们刘部稍微聊一下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状况，就是我觉得，就今天就好好的跟丢妹，就聊到一个，就是还是希望说不要再有太多的那个媒体关注这件事情了。我觉得真的还蛮累的。因为我看你昨天直播的时候，好像感觉心情上也是有点转折哈。有啊，就是有比较有自己有去调整的，毕竟也两个月了嘛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现在知道说离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吗？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真的。那今天打算在法庭上跟对方说什么？就等一下就我自己跟李明山就会两个人就会聊到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就好像听说您是觉得这个官司有一点错愕嘛？你自己在这个从到现在这里是三个月都没见到他了吗？两个多月而已啦。丢丢妹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因为刚刚好像两个月再看到老公。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。因为他说他想要在法庭上跟你好好聊一下这样子。嗯，感觉好像很久没有为了这个事情来聊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今天有可能会有到和解的地步吗？不太清楚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嗯。